这个就还有一个底儿了，给它都冲了吧。这款奇亚的坚果藕粉呢是不需要冷水去稀释的，直接用热水就可以。这款就非常的方便，再来一点点。它闻起来有一股很浓的红枣香味，非常好闻。它这个一桶拍一桶也送杯子，还有这个勺子。这款冲藕粉的水呢，一定要用刚烧开的热水，95度以上的热水啊，就烧得咕嘟咕嘟冒泡的那个，不能用饮水机的水，那个水不够热，冲不出来。哎呀，我个人是最喜欢这款了。